讲你的话语，深藏在我心，免得我得罪你，免得我远离。哦，主啊，与我亲近，我爱你声音，做我骄傲前的灯，做我路上的光。
谢神赐我救赎主，感谢神丰富预备，感谢神过去的同在，感谢神住在我旁，感谢神赐温暖春天，感谢神凄凉秋季，感谢神抹干我眼泪，感谢神赐我安宁。感谢神祷告梦应允，感谢神谢神我曾经风暴，感谢神丰富供应，感谢神赐我苦与乐，在绝望里的安慰，感谢神赐无限恩典，感谢神无比慈爱。感谢神赐路旁玫瑰，感谢神玫瑰有刺，感谢神赐家庭温暖，感谢神有福盼望，感谢神赐喜乐忧愁，感谢神属天平安，感谢神赐明天盼望，直到永远。这世界有个千年不变道理，那就是耶稣爱你。在世上没有任何的逼迫患难能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，你是神的儿女，一生让耶稣爱你。在世上没有任何的困苦愁烦能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，就是耶稣爱你。
在世上没有任何的逼迫患难能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。你是否愿意同为神的儿女一生让耶稣爱你？在世上没有任何的困苦愁烦能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。
弟兄姐妹早上平安，欢迎你再一次在线上与我们一同参加主日崇拜。这时候让我们在神面前静默，预备自己的心来敬拜他，求主的灵来充满我们每一个人，帮助我们能够专一地寻求主的面。主，我来寻求你的面，求你充满我，来充满我。主，我渴慕你的同在，求你接近我，来充满我。主，我来寻求你的面，求你充满我，来充满我。主，我渴慕你的同在，求你接近我，来充满我。耶稣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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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的宝血洗净我。耶稣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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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的恩典为我冠冕。这是我们一段安静的时间，让我们默想今天的这段经文，是取自希伯来书10:1-18。希伯来书10:1-18，律法既然是以后要来的美好事物的影子，不是本体的真相，就不能凭着每年献同样的祭品，使那些近前来的人得到完全。如果敬拜的人一次得洁净，良心就不再觉得有罪，那么献祭的事不是早就停止了吗？可是那些祭品却使人每年都想起罪来，因为公牛和山羊的血不能把罪除去。所以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，祭品和礼物不是你所要的，你却为我预备了身体。燔祭和赎罪祭不是你所喜悦的。那时我说，看啊，我来了，经卷上已经记载我的事。神啊，我来是要遵行你的旨意。前面说祭品和礼物，燔祭和赎罪祭不是你所要的，也不是你所喜悦的，
这些都是按照律法献的。接着又说，看啊，我来了，是要遵行你的旨意。可见他废除那先前的，我要建立那后来的。我们凭着这旨意，借着耶稣基督一次献上他的身体，就已经成圣。所有的祭司都是天天站着侍奉，多次献上同样的祭品，那些祭品永远不能把罪除去，唯有基督献上了一次永远有效的赎罪祭，就在神的右边坐下来，此后只是等待神把他的仇敌放在他的脚下，坐他的脚凳。因为他献上了一次的祭，就使那些成圣的人永远得到完全。圣灵也向我们做见证，因为后来他说过，主说，在那些日子以后，我要与他们所立的约是这样，我要把我的律法放在他们的心思里面，写在他们的心上。又说，我绝不再记着他们的罪恶和不法的行为。这一切既然都赦免了，就不必再为罪献祭了。弟兄姐妹，那我们继续的在神面前安静等候神，继续的思想这一段的经文。是的，祭品和礼物不是神所要的，燔祭和赎罪祭不是神所喜悦的。神所要我们的是要遵行他的旨意，神所要我们的是把我们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，这是神所悦纳的，神所喜悦的。神要我们寻求他的面，要我们渴慕他的同在。让我们就以这首诗歌来回应。主，我来寻求你的面，求你充满我，来充满我。主，我渴慕你的同在，求你接近我，来充满我。主，我来寻求你的面，求你充满我，来充满我。主，我渴慕你的同在，求你接近我，来充满我。耶稣
稣，你以恩典为我冠冕。是的，耶稣的宝血洗净了我们的罪，他以他完全的圣洁和无罪代替我们所有的罪和不义。我们的主是圣洁的主，所以我们当守节心清地来朝见他。弟兄姐妹，这个时候让我们站立，一同开声来歌颂赞美他。圣洁主，至圣洁主，天父，我们要赞美你，因为你是何等的圣洁，荣耀的主。你圣洁的荣光充满在全地上，凡属你的子民都要以圣洁的装饰来敬拜你。主啊，我们要谢谢你，因为你差遣你的爱子耶稣基督成为那宝贵的赎罪祭，把我们从罪恶黑暗当中拯救出来，使我们与神和好，而且都成了圣洁，没有瑕疵，无可责备。哦，这是何等的恩典，何等牺牲的爱！主耶稣为我们担当所有的罪恶，因他受的鞭伤，我们得医治。因他受的刑罚，我们得平安。主啊，我们要感谢赞美你，愿我们的心坚定地宣告，我们是属于你那永活的真神。我们如此的赞美祷告，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，阿们。在十字架上，你为我舍命。
周边上，是我的意志，所有的罪恶，你为我担当，受刑罚，是我的平安。圣洁圣子成为赎罪祭，何等能力胜死亡权势，经过属你永活的真神，在十字架上你为我舍命，受鞭伤，是我的医治，所有的罪恶，你为我担当，受刑罚，是我的平安。何等牺牲的爱，圣子成为赎罪祭，何等能力胜死亡权势，经过属你永活的真神，何等牺牲的爱，圣洁圣子成为赎罪祭，何等能力胜死亡权势，经过属你永活的真神。在这个时刻，我心只有你，我的主，我唯一的爱。谢谢主耶稣牺牲的爱，他为我们流出了宝血，洗净了我们一切的罪污，使我们这原本毫无盼望的罪人得以被称为义。主耶稣的那宝血已经成为那宝贵的赎罪泉源，罪人只要在此一洗，就能除去全身的罪愆。弟兄姐妹，让我们就去传扬主耶稣最奇妙的救恩，把罪人带到这个宝贵的流血之泉，这是我们全人类唯一的盼望。仅有一处流血之泉，从耶稣身发源，罪人只要再次一洗，能去全身罪愆，能去全身罪愆，能去全身罪愆，罪人只要再次一洗，求得见此宣欢喜。
宝血已成为那赎罪的泉源，让我们以信心来回应，更肯定的来唱第四节。自从一看主上流血，成这赎罪泉源，赎罪妙恩我从传扬，是死那我们一起来祷告。是的，我们一生要传扬主耶稣基督奇妙的救恩，感谢主耶稣救赎的恩典，这不是廉价的恩典，这是极重无比的救恩。因为当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，你的爱就向我们来显明，你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。主啊，就让我们常常纪念你的救恩，做主的门徒。为着上个星期天的征途课程，我们献上感恩，因为看到征途让弟兄姐妹在不同的工作坊，我们一起学习做门徒，是难得的经历。求主你的话语就成为我们生命的中心，让我们效法主耶稣谦卑的服侍，跟随他的脚步。让我们走在门徒的路程，主啊，愿你荣耀你的孩子们，好叫你的名字得荣耀。愿你保守你的教会合而为一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。我们日用的饮食求你赐给我们，也让我们在家中、在职场和社区做主门徒，直到地极。今天当我们敬拜的时候，我们求你的安慰就临到戏曲姐妹，因为上个星期天她的母亲张雅女姐妹安息主怀。今天当我们敬拜你的时候，我们求你的话语借着你的仆人萧志礼传道再次的赐给我们，让我们经历你的同在。我们如此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，阿们。那我们预备心来奉献，奉献是基督徒的本分。你可以通过以下的方式进行奉献，你可以直接转账入教会银行户口，也可用二维码 UEN 号码，也可以将支票邮寄到 QBC， 还有将现金放在红包里，等教会崇拜重新开始的时候带来教会。
和华，耶和华在我的右边荫庇我，白天太阳不能伤我，夜里月亮也不能害我。保护我的是耶和华，耶和华在我的右边荫庇我，白天太阳不能伤我，夜里月亮也不能害我。那我们一起为奉献献上感恩的祷告。是主，我们满心感谢你，你将你的救恩白白的赐给我们，也让我们白白的舍去，与人分享主的救恩，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，阿们。现在是欢迎新朋友的时间，欢迎你参加我们每周的在线主日崇拜。无论你是第一次或者是教会的弟兄姐妹，我们都非常的欢迎你。愿主的平安和他的话语赐福给你。接着我们要来聆听牧者心声。亲爱的 QBC 大家庭，这是牧者心声的第20集。原来的目的呢，是希望在这全球大流行中，每个星期我有机会跟你们分享神的话语，以致当我们面对前面的未知数时，能够仍然有盼望和平安。20个星期等于大概5个月，我们都没想到这疫情的情况会持续这么久。对我而言，是一连串棘手的抉择。有时面对困难的环境，有时呢是比较有挑战性的人物，而往往我的反应不是第一时间去寻求神，乃是转向自己疏解压力的方式，因为透过他们呢可以逃避现实。那我知道许多弟兄姐妹，因为在这时候居家工作也繁忙多了。或许在忙碌中，特别如今我们没有什么属灵的活动时，我们察觉不到神的同在和作为。这个星期我休了几天的假，我发现能够抽出时间停下来等候神是不可忽视的，因为在这快速的步伐中，我们可能会错过神的带领和神的作为。但是属灵生命的中心，就是能够察觉神在我们周围的作为，而让他使用我们。在这当儿，我们能够更认识神，更认识自己，更认识周围的世界，再次听到神呼叫我们的名字。如此，在等候和聆听时，能够在平凡中看到神超凡的作为，看到我们周围的经济都在焚烧着，明白我们所站之地是圣地。在出埃及记3:4-5，圣经说，耶和华神看见摩西过来要看，就从经济里呼叫他，摩西，摩西。他说，我在这里。神说，不要近前来，当把你脚上的鞋子脱下来，因为你所站之地是圣地。你有属灵的看见吗？你是否脱下你脚下的鞋子？因为你明白所站之处
就是圣地，神就与你同在，要使用你。希望在这星期你能够有时间在神面前独处和安静，察觉到神在你生命中的作为。愿神赐福看顾你。现在是家事报告。我们祷告，因为我们看重遗嘱的关系。我们祷告，因为我们是圣洁的国民，是君尊的祭司，是蒙爱的子民。我们祷告，因为要经历主的爱和恩典。8月7号星期五晚上7:30是教会的祷告会，那我们一起来经历上帝的同在和恩典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从8月1号开始，我将会去进修1年。妙珠师母会离职休息。在这段期间，如果有什么需要，可以向唐才兴牧师询问，他会暂时负责中文堂牧师的服事。让我们全力的支持他的带领，也请你们为我们祷告。在阻断解封期间，我求神保护你，就如诗篇121篇所说的，白日太阳必不伤你，夜间月亮必不害你。天父要保护你，你出你入，天父要保守你，与你同在，他要保护你直到永远。阿们。今天我们要为这妙珠和何信牧师祷告。那妙珠师母是我们外展的负责人，而我们为他来感恩，他在外展的领域上带来他独特的风格，特别是加添了许多好吃的食物和声量。那能够和他一起的服侍，实在是一个恩典和喜乐。但是他觉得神在带领他进入一个新的旅程，要跟何信牧师呢一起的同工。而何信牧师感到神给他对家庭事工的负担和呼召，要他在这方面受装备。他将离开我们有1年的时间去受装备，而他愿意以敞开的心让神带领他前面的道路。但是因为他对教会的爱，他愿意受了装备以后呢，回来与我们同工一段不多过12个月的时间，能够和何信牧师同工也是我的福气。我记得刚来 QBC 的时候，能够帮助他修改讲章，而从此看得出他的谦卑，因为要让别人来修改你的讲章是一件不容易的事，可是他却非常愿意的接纳我的建议，这也奠定了我们服侍同工的基础。那我们不但只是同工，更是朋友之间呢，也会有一个非常自然的一种信任。所以我已经因他的离开而感到难过很久了。那无论如何，我们要为他们来祷告，我们一起祷告。主啊，我们要把妙珠的核心交托在你手中，为着他们在 QBC 投资了他们的一生来感谢你，为着他们的服事感恩。愿在这一年你能够更新他们，让我们不但是受装备，不但只是在知识上，更是在生命上经历你，带领他们，以致他们能够成为家庭的祝福，在 QBC 新加坡与更广的群体。何信和妙珠，现在我们就愿那赐平安的神，就是那凭永约之血使群羊的大牧人，我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神，在各样善事上成全你们，叫你们遵行他的旨意，又借着主耶稣基督在我们心里行他所喜悦的事，愿荣耀归给他，直到永永远远。阿们。
我们一起来领受圣餐。在领受圣餐之前，让我们安静片刻，回想神在我们生命中的作为，并且向他感恩。或许有些的地方我们需要回转的。那如果你有小孩子在你周围，你可以向他们解释圣餐的意义。我们一起来默想。在主耶稣被卖的那一晚，他和门徒在一起，他就拿起饼来拨开，说：这是我身体为你们而舍，你们要吃，为的是纪念我。我们一起来领受这个饼。饭后，耶稣又拿起杯来说：这是立新约的宝血，你们要喝，为的是纪念我。我们一起来领受这杯。我们一起祷告。主耶稣，我们要再次感谢你，因你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，让我们今天可以与天父和好。而今天我们聚集在一起的时候，我们被提醒，我们守着圣餐，这 是教会在这2000年来所守的一个礼仪，就是因为主耶稣你为我们成就的救恩。今天我们在领受圣餐的时候，求你让我们的心是充满着感恩，并且对主耶稣你再来更有盼望。特别在这疫情的当中，有许多的未知数，但我们知道主你掌管一切，你必再来，并加添给我们信望和爱。我们如此祷告是奉耶稣的名，阿们。让我们也预备心来聆听神的话。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。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。疫情使到我们的生命都有了一些的改变。疫情使到我们的生命都有些改变。我现在的习惯也有一些改变。我现在的习惯也都有一些改变。我每天都带着一些的东西在我的身上。我们每天都带着一些东西在我们的身上。我讲的不是我们的口罩。我讲的不是我们的口罩。我讲的是消毒液。我讲的是消毒液。我每天出门都尽量会带一罐的小小瓶的消毒液放在我的口袋里面。我哋每一日出门嗰时咧，都尽量咧带一樽细细樽嘅消毒液喺我哋嘅袋入边。可是我发现我的皮肤其实不能经常用消毒液。可惜咧，我发觉咧，我嘅皮肤咧唔可以成日咧用呢个消毒液，否则会有点红痒，或者会有啲红痒。所以呢，我就尽量减少用消毒液。所以咧，我就尽量减少用消毒液。可是又不能不用消毒液。但又唔可以唔用啊。但是，所以我如果说我要去我家对面的超市去买一条鱼，然后回来的话，所以如果话咧，我要咧喺我屋企对面呢个超级市场咧买一条鱼翻嚟嘅话咧，我必须小心的去计算一下，我必须用几次的消毒液。我一定咧要计住咧，我用几次咧嘅消毒液。如果用的如果能够用在两次就好的话，如果用喺净系两次咧就好嘅话咧，我究竟在什么时候用呢？我就要谂下几时可以用咧。因为每次我都会动到一些高接触点的地方。因为我每一次都掂到一些高接触点的地方。我从我家出门去搭电梯。我在我家里搭电梯出面。要按一楼。要按一楼。然后如果在当中呢，我住22楼，在当中有人要开门，有老人家要进来的话。我呢就住在22楼，但是如果在当中呢有老人家入嚟嗰时咧，佢揿呢嘅话咧，我又不好意思不去按 door open， 我又咧唔好意思咧去揿住嗰个门俾佢行，所以要动多一次那个按钮啦。咁又要咧揿多一次个按钮啦。所以从我家去我家楼下，所以喺我屋企咧去到屋企楼下咧，去到红绿灯，去到红绿灯，必须按一下那个按钮，一定要咧要揿一揿嗰个红绿灯嘅掣，然后去到超市，然后去到超级市场，
更厉害了，因为其实我不是说我去按那些鱼哈，更厉害啦，我唔系话我去揿嗰啲鱼啊。但是这些东西呢，其实都很多人去触摸过。但系咧，好多呢啲嘢咧，都好多人摸过。我买了，我买咗啦，付钱了，俾钱啦，回家，翻屋企，又按钮，又要再揿掣，然后上电梯，然后上电梯，回家，翻屋企。在这样多一个接触里面，到底什么时候应该用那个消毒液呢？喺咁多时间里边咧，究竟系咩时候咧应该用呢个消毒液呢？是我出门的时候，按电梯的时候用吗？是我出门的时候呢，按电梯的时候用。如果每一次都因为接触到这些接触点而去用洗手液、搓手液的话，如果每一次呢都接触到一些呢公家的东西，然后就用消毒液的话呢，我的手就烂了。我的手就烂了。可能你不会。可能你不会。可能你一直在用。可能你一直都在这用。我觉得这是你的恩典啊。我觉得这些是你的恩典。我们为什么要大费周章来顾虑到用这个消毒液的东西呢？我们为什么要大费周章的去用这个消毒液的东西呢？就是因为我们一些看不到、肉眼看不到的病毒病菌。就是因为有些很多呢这些肉眼看不到的一个病菌。其实有一样东西比病毒病菌更严重、更厉害的。其实有一样东西呢比这个病毒更加厉害。那是什么呢？那些是什么呢？那是罪。那个就是罪，因为病毒你不一定会感染到，因为病毒呢你不一定会感染到，你不一定会碰到，你不一定会碰到，就算你碰到，可能你用的那个消毒液可能就不会感染到你，可能你碰到病毒呢，但是你用了消毒液呢，那就不会感染到你了。就算你感染到，就算你感染到，有很多人只是轻微的症状，有些人呢只是有一个轻微的症状，就算你有严重的症状，就算你有严重的症状，大不了只是死，大不了都是死啫。可是可是罪带来什么的影响呢？但系罪就唔同啦，带嚟啲咩影响呢？罪是每个人身上都有的。罪系每一个人身上都有嘅。每个人都必须面对罪所带来的影响。每一个人呢都被罪带嚟嘅影响。如果我们不去处理罪、去面对罪、去解决罪的问题的话，如果我哋咧唔去面对罪、去解决罪嘅问题嘅话，但到最后不只是死而已。到最后咧，唔一定咧，净系死咁简单。而且是死了之后，怎么面对我们的神？而系咧，死咗之后，我哋点样去面对我哋嘅神？因为圣经告诉我们，因为圣经话俾我哋听，人人都有罪，人人都有罪，人人都有一死，人人都有一死。那死了之后有审判，死咗之后有审判，究竟是永恒的惩罚或者永恒的生命？喺呢个仲有呢个永恒嘅生命，完全看我们怎么去面对这个罪，系睇我哋点样去面对呢一个罪。所以在圣经里面，其实以前的以色列人也有一个特别的日子。所以在圣经里面呢，以前的以色列人呢都有一个特别的日子。这个日子叫做赎罪日。这个日子呢叫做赎罪日。他每一年会进行一次的赎罪日。他每一年呢都会进行呢一个赎罪日。我们来看圣经怎么说。我们来看圣经怎么讲。好，在利未记第16章29节到32节，我们请弟兄帮我们念。利未记16章29至32节，每逢7月10日，你们要刻苦己心，无论是本地人或是寄居在你们中间的外人，什么的工你们不可作，这要作你们永远的律例，因为在这一天他要为你们赎罪，使你们洁净，脱离你们一切罪孽，使你们在耶和华面前成为洁净，这是完全休歇的安息，你们要刻苦己心，这是永远的律例。那被高立承受圣职接替他父亲作祭司的，要穿上细麻布衣服，就是圣洁的衣服，进行赎罪。如果我们很多时间的话，如果我们很多时间的话，我们可以透过五个 W 一个 H 来分析。这段经文讲些什么？我们可以透过5个 W 一个 H 来分析究竟经文讲什么东西。但是我们时间不是很多。但我们时间不是很多。所以我要你们注意两个特别的形容。所以呢，我们要你注意两个特别的形容。Okay， 第一个是在里面提到完全歇息的安息。里面呢第一个就提到呢永远歇息的安息。是在第31节。第31节。完全歇息的安息，完全歇息的安息。第二个是永远的律例，第二个是永远的律例。这两个东西其实代表了什么东西呢？这两样东西其实代表什么呢？其实里面暗示了一个永恒性在里面。
其实入边咧蕴藏住呢个咧永恒性喺里边。透过这个永远的律例，神要跟他的百姓有一个永远的关系。透过呢个永远嘅律例咧，神要同佢嘅百姓咧永远喺埋一齐。另外一个很重要的，我们刚刚讲到的是完全歇息的安息。另外一个讲到咧就系咧呢个系完全歇息嘅安息。什么是安息？咩系安息咧？安息是休息，安息系休息，找到意义，揾到意义，找到价值。找到价值，跟神的关系是和好的，跟神的关系是和好的，完全不去顾虑罪的问题，因为是没有罪的顾虑，没有罪的问题要去顾虑跟解决的，完全是不需要顾虑到有罪这个问题的。在安息里面，你也不用顾虑到我要不要继续去工作。在安息里面，我们也都不会想着要不要去做事，来供应我生命里面所缺乏的东西，来供应在我生命里面缺乏的东西。因为在安息里面是不用担心，因为神完全供应了。因为在安息里面完全不用担心，因为神完全来到供应。这是神的一个 美好的计划。这个是神的一个美好的计划。在创世的时候就已经给了人有这样的一个计划。在创世里面就已经给了人的这个计划了。六天里面你要工作。六天里面你要工作。在第七天你要安息，第七日你要安息。安息来做什么？安息来做什么呢？其实在享受神的整个的创造，就是你享受神整个的创造。因为你在创造里面扮演人的位置，因为你在创造里面你扮演的位置。好，我们来看一看，可能对有些人来讲，我们今天或者过去几个星期一直在讲利未记，或者对啲人嚟讲，我哋呢个礼拜咧喺度一路讲利未记呢两个礼拜。利未记究竟在发生在哪一个年代或者哪一个阶段呢？利未记究竟发生喺边一个年代同埋边一个阶段呢？如果我们当中有些不熟悉圣经的弟兄姐妹，如果我哋有啲唔熟悉圣经嘅弟兄姊妹，或者有新朋友，或者系新朋友，我用今天花一点点，可能一两分钟的时间，告诉你这个。利未记之前或者到现在究竟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？我用一两分钟的时间，同弟兄姊妹或者朋友来解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。我们知道在历史里面有一个时期，所有的犹太人、以色列人其实都住在埃及里面。我们知道以前那个以色列都住在这个埃及里面有时间。可是有一个时候呢，那个王法老王就要虐待、要苦待这些 的犹太人。可是那时候有一个王呢，法老王呢就要去虐待所有这些以色列人。所以这些人就一直的哀哭哀求。所以这些人呢就在这里一路哀哭哀求。所以在出埃及记第三章里面，其实有第三章第七节到第八节有提到这样一个描述。所以呢在出埃及记第三章。出埃及记第三章里面呢有讲到。耶和华说，我听到我的百姓的痛苦。耶和华说，我听到我百姓的痛苦。我看见了。我看见了。我听见了，我听见了，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。所以他要脱离这些百姓离开埃及，所以他要这些百姓脱离埃及。重点是在第八节里面，是脱离到哪里呢？重点是第八节里面脱离到哪里呢？到一个美好宽阔之地，到这个美好宽阔的地方，到流奶与蜜之地，到奶流与蜜之地。所以神要祝福他的百姓，要拯救他的百姓，所以神要祝福他的百姓，要拯救他的百姓。可是这些百姓其实很多年其实已经忘了耶和华神了。其实这些百姓在很多年前已经不记得了神了。所以从拯救他们出来到利未记，或者到他们颁布律法的时候，他们其实在尽量的去经历神，神要让他们知道神是谁。所以在拯救他们出来的时候，他们在那里要尽量去经历神，要知道神是谁。所以神在跟他们 立约之前呢，所以神在跟他们立约之前呢，又在告诉他们他究竟要怎么祝福这一群人，又告诉他们我们怎样他要怎样去祝福这一群人。所以在出埃及记第十九章里面，所以在出埃及记第十九章里面， OK， 我们请丁修帮我们念一下，是十九章第四节到第六节。第四至第六节，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你们都看见了，也看见了我怎样像鹰一样把你们背的翅膀上带领你们到我这里来。现在你们若是实在听我的话，遵守我的约，你们就必在万民中作属我的产业，因为全地都是我的。你们要归我作君尊的祭司和圣洁的国民，这些话你都要对以色列人说。神说全地都是我的，神话全地都是我的。
所以你也看到我怎么拯救你们。你亦睇到我去点样去拯救你哋。我灭掉追杀你们的那些埃及的兵。我并嗰啲要追杀你哋嘅埃及嘅。我现在如果你们守我的约的话，听我的话的话。而家你如果系守我约，听我话嘅话，你就在万民中做属我的产业。你就喺万民之中咧做属我嘅产业。你们要归我做君尊的祭司和圣洁的国民。你哋要归我做呢个尊城嘅国民同埋圣洁嘅国民。所以这里提到，其实神要跟他们建立一个关系。呢度讲到，其实神系要同佢哋建立一个关系，而给他们有一个崇高的身份，俾佢哋有一个崇高嘅身份。可是这里有一个特别的东西，他提到你们要做我的产业。呢度咧提到一啲好特别嘅嘢，就话你要做我嘅产业。所以人在看以色列人的时候，所以人睇以色列人嘅时候，他说他们是属于神的。佢话佢哋系属于神嘅。以色列人在看他们自己的时候，以色列人在看他们自己的时候，就是说他们自己是属于神的，就说他们自己是属于神的，并且他说要做君尊的祭司和圣洁的国民，并且他们说他们要做这个君尊的祭司和圣洁的国民。可是什么叫圣洁呢？所以但是什么叫圣洁呢？以色列人这个圣洁的观念可能不是很强，以色列人咧嗰个圣洁嘅观念可能唔系好强，所以在整个的经历里面，神不断地告诉我，告诉他们。所以咧喺成个历史里边咧，神咧就话俾啲国民听，什么是圣洁？乜嘢系圣洁？什么是不圣洁？乜嘢系唔圣洁？什么是好的？咩系好嘅？什么是不好的？乜嘢系唔好嘅？什么是应该的？咩系应该嘅？什么是不应该的？咩系唔应该嘅？然后接下来就是去到西乃山的时候。然后就去接下来就去到西乃山的时候。这些以色列人就在西乃山的下面 去住扎营，去住在那里。以色列人那时就在这个西乃山脚那里在扎营住在那里。因为神正要预备摩西，要说我要跟以色列人立约。因为那时神就预备摩西说他要跟神立约。神再次的教导他们一样东西。神咧再度嘅教导佢哋咧一样嘢。什么叫做圣洁？咩叫做圣洁？所以在山底下。所以喺山脚下边，神画了一个无形的一条线，一个圈圈。所以咧，神咧就喺嗰度周围画咗一个无形嘅线，就吩咐百姓，你不能越过这条线，你唔可以超过呢一条线。因为在出埃及第十九章里面有提到，因为咧喺出埃及记十九章嗰度有提到，你不可以上山，你唔可以上山，不可以触摸山脚，唔可以触摸山脚，凡是触摸的就必须处死。凡事系咧捉摸到咧就要处死噶啦。然后处死，那个人死了之后呢？嗰个人死咗之后咧，不可以用手去触摸他。唔可以用手去掂佢。所以他们必须怎么呢？所以他越过这条线。所以咧，如果有人咧越过嗰条线咧，必须怎么去处死他呢？因为他进去那条线，我们不能过去那条线。咁佢点去处死佢咧？因为咧佢超过嗰条线，我们用石头打死佢，就用石头去打死他，用箭射他，用箭嚟射佢。无论是牲畜是人都不能够生存，无论是畜生或者是人都不可以生存。所以在出埃及记十九章的十四节，所以在出埃及记的十九章第十四节，所以这个叫做什么？这个叫什么？所以摩西从山上下来到民那里去，使人民分别为圣，他们就把自己的衣服洗净了。摩西从山上下来到人民那里去，使人民分别为圣。无论是在动作上，在教导上，在教导上面，他们就知道，必须知道什么叫做圣洁。他们就必须知道什么叫圣洁。因为你越过了那条线，因为超过了那条线，你不圣洁的时候，你不圣洁的时候呢，就必须面对死亡，就必须面对死亡。可是摩西上了西乃山好久哦，但是摩西上了西乃山很久，百姓等到不耐烦了，那些百姓等得很不耐烦了，他们很想敬拜神，他们很想敬拜神，可是他们用错方法来敬拜，但是他们用错了方法来敬拜。出埃及记三十二章，所以他们 就叫亚伦去造了一个金牛犊来敬拜。所以呢，在出埃及记三十二章，他们就叫亚伦来到做了一个金牛犊来敬拜。他们说这个是带领他们出埃及的神，他们说这个是带领他们出埃及的神，而是金牛，是金牛。结果呢，神决定要惩罚以色列人。结果神呢就要决定惩罚呢以色列人。有两个选择。有两个选择。一个是放弃他们。一个是放弃他们。灭掉他们。灭了他们。第二个是，其实我觉得第二个方法不错啦。其实我觉得第二个方法不错啦。或者有
有三个方法，刚刚讲错，应该有三个方法。第一个是灭掉他们，应该有三个方法。第一个是灭掉他们。第一个是灭咗佢哋。第二个是我帮你们灭掉迦南地的那些敌人。第二个方法是我帮你哋灭咗迦南地嗰啲敌人。我带你们去这个应许之地。我带你哋去到呢个应许之地。但是我不会跟你们同在。但我唔会同你同在。可是可能对很多人来讲，这个是两全其美的方法。对好多人嚟讲话，呢、这个可能系一个两全其美的方法。我既可以去到流奶与蜜之地，我又可以去到流奶与蜜之地。又可以没有神的管的约束，你知道吗？又可以冇神嘅约束，没有神管我，冇神管我。在他们百姓里面听来，应该是最好的方法。喺佢哋百姓里边咧，听到咧呢、这个咧，应该系最好嘅方法。可是百姓听了就悲从中来。但系咧，嗰啲百姓咧听到咧，就很悲哀，就好悲哀啦。他们说我们要神跟我们在一起。佢话我哋要神同我哋一齐。他们做了一个很重要的决定。佢哋做一个好重要嘅决定。即使神说我如果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，我会灭掉他们。即使神话我同佢哋一齐嘅时候，我会灭咗佢哋。因为他们是应着景象的人民。因为咧，佢哋咧系印着景象景象嘅的人民嘅人民，免得我在路上把他们消灭了。免得我喺路上将佢哋消灭了。可是百姓知道还是愿意神跟他们同在。百姓知道咧，都系愿意咧，神佢哋同佢哋同在。今天可能很多的人，今日可能好多嘅人来到教会里面，嚟到教会入边，可能想的是得到神的祝福，可能想嘅系想得到神嘅祝福。可是这里告诉我们一样很重要的一个教导。但系呢度咧，讲咗俾我听一个好重要嘅教导，一个真理，一个真理。神是圣洁的，神系圣洁嘅，神是公义的，神系公义嘅。这一群百姓知道要跟神在一起有危险，这些百姓知道要跟神一起会有危险，但是是值得的，但是值得的。因为离开了神，因为离开了神，离开了拥有全地的神，离开了拥有全地的神，离开了拥有永恒国度圣洁国度的神，离开了这个有这个永恒国度圣洁国度的神，他们什么都不是，什么都没有，什么都不是，什么都得不到，乜嘢得唔到？即使我拥有了地，即使我拥有咗地，可是失去了神，但系失去咗神，失去了永恒的祝福，失去咗永恒嘅祝福，其实什么都得不到的。其实咩都得唔到。好，我们来看一看，第二点，我哋睇下第二点，叫做远离罪的必要，叫做远离罪嘅必要。刚才我们看的那个其实是亲近神的需要。其实我哋睇嗰个，刚才睇嗰个咧，系亲近神嘅需要。刚我们所讲的，就是人为什么要亲近神？我哋讲到人咧，点解要亲近神咧？为什么要跟神有这个关系？点解要神同神有呢个关系咧？因为离开了神，因为离开咗神，我们什么都不是，我哋咩都唔系，不能拥有永恒的国度，唔能够拥有永恒嘅国度，不是圣洁的国民，唔系圣洁嘅国民。离开了这个赐福，就是拥有一切的神，我们什么都不能够长久的拥有。离开咗呢个赐福嘅神，我哋乜得到咩都唔可以长久嘅拥有。神要这些百姓不断的去在每一年有机会透过赎罪日来亲近神。神呢要将呢要只要啲百姓知道呢，每一年呢都透过呢个赎罪日来到亲近神。每一年每一年永远的持续下去。每一年每一年一路继续下去。是不是要每一年的控制百姓？唔系要每一年嘅嚟到控制百姓，而是什么呢？而系咩呢？永远的跟他的百姓有这个关系。永远同佢嘅百姓有呢个关系。所以如果说我们离开了这个神的话，其实我们什么都不能拥有的。所以如果我们离开这个神的话，我们什么都没了。可是我们也同样的知道，我们的身上其实带着罪。但我们都知道，我们的身上是带着罪。带着罪的人怎么来到一个圣洁公义的神面前呢？带着这个罪的人怎么可以来到这个圣洁的神面前呢？所以神就教导他们必须远离罪。所以神就教导他们，你必须远离罪。因为我们神是圣洁的，因为我们神是圣洁的，神不能接受罪恶和悖逆，神可以接受罪恶，所以神提供了解决的方法，所以神提供了解决的方法，他透过他的教导，他的律例典章教导他们应该怎么活，他通过他的律例讲章来到告诉人听，要怎么对神，怎样去对神，要怎么对人，怎样去对人，然后呢，也透过献祭跟敬拜的方式来为自己赎罪，亦都咧透过呢个献祭啊，同埋你点样去赎罪？要解决罪的问题，要解决罪嘅问题，必须远离罪，必须远离罪。所以神其实在赎罪日当天，其实有三件事要做的。
所以咧喺赎罪日嗰度咧，神有三件事要做嘅，或者为三样东西来赎罪，或者为三样嘢嚟到赎罪。第一个是为了祭司，第一个系为咗祭司；第二样是为了百姓，第二系为咗百姓；第三个是为了圣所，第三系为咗圣所。我仔细的来跟你们解释一下，我仔细同你哋解释一阵。在利未记十六章第三节到第十四节，喺利未记十六章第三节嚟。其实里面都描述了、描写了祭司所要做的一些事情。其实入边已经描写咗咧，呢个祭司咧要做的一啲事情。所以在第三章，他说亚伦进圣所要带一头公牛做赎罪祭，还有一只公羊做燔祭。所以第三节咧，佢话咧亚伦咧进入圣所咧要带一头咧公牛咧赎啊作为咧呢个罪祭，同埋一个公绵羊作为祭。所以这个赎献祭或者赎罪的东西，其实在过去几个星期我们一直在讲。獻祭同埋贖罪嘅嘢，我喺過去嘅幾個星期都一路喺度講。可是特別的是，在這贖罪日裡面，但係而家喺贖罪日嘅入邊咧，大祭司能夠知道至聖所裡面，只有大祭司先可以入到呢個至聖所入邊。可是，在進去之前，但係喺入去之前咧，他有做一些跟以往不一樣的方法。但係佢入去咧，要同做嗰啲過往咧以唔同嘅方法。他除了為自己來獻一隻公牛。来赎罪，佢净系为自己咧，嚟献上一只公牛嚟到赎罪，还要拿着香炉进到至圣所里面，让香充满了整个的至圣的至圣所里面，仲要攞一个香炉咧入到呢个至圣所入边咧，等呢个香咧嚟到充满晒喺呢个至圣所入边，必须让香让个烟阻挡着自己跟月柜上的施恩座。必须咧要用呢个香咧，嚟到阻住咗佢同埋呢个约柜。用牛的血弹在施恩座的周围。用牛嘅血咧，嚟弹喺呢个施恩座周围。这是大祭司。呢个系大祭司。其他的祭司都不能够进去的。其他嘅祭司咧都唔可以入。每一年只有大祭司能够进去。每一年咧只有大祭司咧先可以入去入边。第二样就是我们看到，其实大祭司也为百姓做赎罪祭。其实咧，我第二度睇到咧，大祭司咧，亦都咧为祭司嚟到做赎罪。在利未记十六章里面，喺呢个利未记咧十六章入边，里面有提到他要以色列人从会众里面取两只公山羊做赎罪祭，还有一只公绵羊做赎罪祭。入边讲到咧喺个会众入边咧，佢哋咧会揾两只咧呢个公山羊做呢个赎罪祭，同埋咧一只咧呢个公绵羊咧做呢个燔祭。我们把焦点放在那两只公山羊。我哋咧将呢个焦点咧放喺呢个公山羊入边。那其中一只其实我们也知道，类似刚才所献的那个牛一样。我哋都知道咧，其实有一只咧系话类似头先咧所献祭嘅嗰个牛一样。为百姓来赎罪。嚟到为百姓嘅嚟到赎罪。使到百姓在神面前是圣洁的。使到咧百姓咧喺神面前系圣洁嘅。可是另外一只羊叫做什么羊呢？但另外一只羊咧系咩羊咧？叫它叫做代罪的羊。佢叫做代罪嘅羊。看利未记第十六章第二十节到二十二节，我们请弟兄帮我们念一下。利未记第十六章第二十到第二十二节。利未记第二十节，亚伦为圣所会幕和祭坛赎了罪以后，就要把那只活山羊献上。亚伦两手按在那只活山羊头上，承认以色列人的一切罪孽和他们的过犯，就是他们一切罪孽，把他们都归在那山羊的头上，然后经由已预定的人把羊送到旷野里去，那只山羊就担当他们的一切罪孽，把他们带到一个完全隔离的地，所以那人要把那只山羊送到旷野里面。好，这个是讲到一个什么呢？好，这个是讲到什么呢？就是讲代罪的羊。是讲到代罪的羊。一只羊献了。一只羊献了。杀了。杀了。这只羊也是献了。这只羊直接是献了。但是没有杀。但是没有杀。他们按手在羊的头上。他们按手在羊的头上面。代表这只羊取代了以色列人百姓。他代表这个羊取代了以色列人的百姓。然后有一个预定的人把这个羊带到旷野里面去。有预定的一个羊就带到这个旷野里面。去到远远的。直到远远。再也不回来。永远都不会再回来了。也代表了这个羊代替了以色列百姓，把百姓的罪带离他们的人群当中，去到一个更远的地方。也都代表这个羊带了这个以色列人的罪去到远的地方。所以其实这里无论是
被杀的那只羊，或者这个是放到远处的带罪的羊。所以呢度话到咧，无论系嗰只咧被杀嘅羊，或者系呢只咧被带到去旷野嘅羊，都强调了人必须把罪，解决罪的问题。都强调到咧，人咧必须要解决咧罪嘅问题。第一是有一个无罪的羊来取代你的生命。第一系一个无罪嘅，用一只无罪嘅羊嚟到取代你嘅生命。第二个是代罪的羊，是这个羊代替了你，就是离开你，离得越远越好。第二只羊咧就系咧代表咧呢啲罪咧嚟到越远越好。可是我们知道，无论是这只羊，或者被杀的羊，或者这代罪的羊，我哋咧都知道咧呢只无论系被杀嘅羊，或者系呢只代罪嘅羊，它的果效不久。佢嘅果效咧唔久唔耐，因为神要他们每一年都有这个赎罪日。因为神咧要佢哋咧每一年咧都有呢个赎罪日。如果赎罪日真的这么有效的话，就一次就够了。如果咧呢个赎罪日咧系咁有效嘅话咧，一次就够啦。而且在他们生活里面不断有其他的赎罪的祭，而且佢哋生活里边咧一路落嚟咧都有唔同嘅赎罪嘅祭。赎罪日可能把他们的焦点放在他们的身上，并且是整个国家要怎么处理他们的罪。赎罪日咧，只不过咧系咧将呢个焦点咧放喺哋国家嘅身上。在希伯来书第三章，喺希伯来书咧第三章，跟把也解释了献祭跟祭物的它的有限。有个亦都咧讲咗咧呢啲祭物咧佢哋嘅限制。我读给大家听一下，可能不用翻译了。第十六节到第十九节，但是听了的话而惹他发怒的是谁呢？不就是摩西从埃及领出来的那些人吗？四十年之久，神向谁发怒呢？四十年哦，不就是向那些犯了罪沉思旷野的人吗？他又向谁起誓呢？他们绝对不可进入他的安息呢？不就是向那些不顺从的人吗？这样看来，他们不能进入安息，是因为不信的缘故。这个是希伯来书第三章所讲的。所以这一群人不能进安息。所以呢一群人呢，他们不可以进入安息。一开始的时候我们说，这个赎罪日要解决，就是要他们进入一个永远休歇的安息。一开始的时候呢，说他们可以进入这个永远的安息的。可是这里讲到他们断不可进入神的安息。但这里讲到呢，说他们不可以进入这个上帝里面的安息。如果他们真的每一年有一次赎罪日，如果他们真的每一年有这个赎罪日，进行了40次，进行了40次，再加上他们平时所做的赎罪的那些的献祭，再计埋呢，佢哋呢平时呢所做呢赎罪嘅，理当可以进吗？理当可以入啊。可是罪的后果，罪的严重，但系呢罪嘅后果，罪嘅严重，你不能小看，你唔好小睇。这里讲他们不得安息，进不了安息。呢度话到佢哋唔可以安息。最重要的是因为他们不信。最重要的是因为他们呢不信。每一次碰到问题，每一次遇到问题，埋怨，怀疑，我们回去吧，我们回去过去的生活吧，我们回到以前的生活，好像不当作神存在一样，好像呢不当作神存在一样，怎么办呢？怎么样好呢？神有一个永恒美好的计划，神有一个永恒美好的计划，要我们享受到那个永恒的安息，要我们享受到这个永恒的安息，永恒的祝福，永恒的祝福，建立永恒的关系，这个永恒的关系。可是人有罪，但人有罪，罪很可怕，罪很可怕。我们来到第三点，我们来到第三点，讲到耶稣是祭物和代罪的羊。讲到耶稣是祭物和代罪的羊。我们在看利未记的时候，经常 会跟希伯来书来比较。我们看利未记的时候，经常都会跟这个希伯来书来比较。我们来看希伯来书第九章第十一节到第十二节，我们请弟兄帮我们读一下。希伯来书第九章十一节，但基督已经来了，作了已经实现的美好事物的大祭司。他经过更大更完备的会幕，不是人手所做的，也就是不属于这被造的世界的。他不是用山羊和牛族的血，而是用自己的血，只一次进了至圣所，就得到了永远的救赎。什么叫永远？什么叫永远？从过去到现在到以后，到以后的以后，都成为你的救赎。从过去到现在，和未来的未来的救赎。
那是耶稣基督的血。呢个系耶稣基督嘅血。这是耶稣基督的工作。呢个系耶稣基督嘅工作。这是耶稣基督大祭司为我们所献上的祭。呢个系耶稣基督大祭司为我哋献上嘅祭。祭物是什么呢？祭物系啲咩呢？有资格代替人类所有的罪，来洗掉所有的罪的祭物是什么呢？有可以咧嚟到咧代替咧所有嘅罪嘅祭物系咩咧？就是耶稣自己他，耶稣基督他自己。就系耶稣基督佢自己。所以在以赛亚书第53章里面有提到。所以喺以赛亚书第五章里边有讲到。我们请弟兄帮我们读53章第五节到第六节。啊，以赛亚书53章第五节。啊，然而他是为了我们的过犯被刺透，为了我们的罪孽被压伤。使我们得平安的惩罚加在他身上，因他受了鞭伤，我们才得医治。我们众人都如羊走迷了路，各人偏行己路，耶和华却把我们众人的罪都归在他身上。这里讲到几样东西很重要的，这里讲到几样东西很重要的。为了我们的罪孽他被压伤，为了我们的罪孽他被压伤。他受了鞭伤，我们得到医治。他受了鞭伤，我们得到医治。我们呢？我们都如羊走迷了路。我们就众人如羊走迷了路，离开了神，离开了神，带着罪，带着罪。可是神却定义把我们的罪孽，但神就定义将我们，将我们身上的罪孽，身上的罪孽，拿起来，拿出来，放在耶稣基督的身上。放在耶稣基督的身上，就如当年的代罪的羊，就如当年代罪的羊，把人的罪，把百姓的罪，把人的罪，把百姓的罪，代理百姓，离开百姓，离开百姓，不回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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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因为当时的人却把这个羊带到一个他知道羊不可能回来的地方。就是那时的人呢，当时呢他带到这只羊呢，去带到去旷野那里，人呢不可以，他知道他不可以回来的地方。现在耶稣要解决我们的罪，现在耶稣要解决我们的问题，帮我们付上了罪的代价，为我们付上罪的代价，代替我们死了，代替我们死了，但是因为他是神，但因为他是神，第三天复活了，第三天复活，解决了我们罪的问题，解决我们罪的问题了。现在今天我们可能看了这样的一个比较，今天我们可能看到今天这个这样的比较，从以色列人当年他们的身上看到学到许多的功课，在以色列人以前看到他们身上里面学了很多的功课，当时他们做了一个很重要的决定，对的决定。当时他们做了一个很重要啱的决定。即使跟神在一起，即使神跟我们在一起，可能有被击毙、被杀死 的可能。即使我们跟神一起，我们即使会被杀的可能。但是我们选择最好的。但是我们选择神。我们选择最好的。我们选择最好的。可是今天所有的信徒，我们的弟兄姐妹，你要听好。今天所有的信徒，所有弟兄姐妹，你们要听清楚。你知道你所信的神是谁吗？你知道你所信的神是谁吗？我们已经忘记神是一个圣洁的神。我们已经忘记了神是一个圣洁的神。神是公义的神。神是公义的神。神怎么看待罪呢？神怎么看这个罪呢？他恨恶罪。他恨恶罪。若不是耶稣基督代替你受这个刑罚，如果不是耶稣基督代替你受这个惩罚，当我们选择跟神走在一起的时候，当我们选择跟神走在一起的时候，他们说我们是硬着颈项的百姓。他说我们是这个硬着颈的百姓。搞不好就把你消灭了。搞不好就将你消灭了。今天我们是带着这个感恩，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拯救我们、救赎我们，我这样的心来到教会。我们今天带着这个感恩，耶稣基督已经拯救我们了。我们带着这个心来到教会。可是你要怎么处理身上的罪呢？但是你要怎么处理你身上的罪呢？当然代价耶稣付清了。当然代价耶稣已经付清了，但是我知道神恨恶所有的罪。但我知道神恨恶所有的罪。今天耶稣说，在圣经里面说，第希伯来书第十章说：“弟兄们，我们凭着耶稣的血，可以坦然无惧的进入至圣所。”今日耶稣话，耶稣话希伯来书第十章十九节，佢话：“兄弟们，我们凭着耶稣的血，可以坦然无惧的进入至圣所。”至圣所里面有什么？至圣所入边有啲咩咧？有约柜，有约柜。约柜上面有什么？约柜上面有啲咩？有施恩宝座，有施恩宝座。我们今天讲施恩宝座讲到很简单。我哋今日讲施恩宝座，好似讲到好简单。
可是如果你想象你是当年要进入至圣所的祭司，你想象下，如果你是当年要进入至圣所的祭司，战战兢兢的进入至圣所，好惊嘅咁样行入去嘅至圣所入边，点那个香，点个香，滴那个牛的血在至圣所里面，滴嗰个牛嗰个血喺个至圣所入边，心里想的是什么？你心里入边谂住系啲咩咧？我随时会死的，我随时会死，我随时会死的，我随时会死嘅。我思想里面只要做错一样东西，我想错一样东西，我做错，我没有照着神的吩咐的话，我只想到一些私欲的话，我就灭亡了。我只要你入去入边咧，想到有啲私欲，或者冇跟住咧，上帝嘢做咧，你就会好容易就会死啦。如果今天我们还是照着旧约那种神的标准来活的话，我们达不到那个标准。如果你今日仲系跟住以前旧约咧，俾人嗰个标准嘅话咧，我哋达唔到嘅。感谢耶稣，感谢耶稣。今天我们想到至圣所，我哋今日想到至圣所。讲到施恩宝座，讲到施恩宝座，是带着信心跟盼望来到神的面前的。佢带着信心同埋盼望嚟到神面前，坦然无惧的进入至圣所，坦然无惧嘅嚟到进入至圣所，在施恩宝座前向神求，喺施恩宝座前向神求。你知道耶稣基督救赎的能力究竟有多大吗？你知唔知道耶稣基督救赎嘅能力究竟有几大啊？原本要消灭的，原本要消灭人，竟然有机会尝到永生，竟然有机会嚟到可以得到永生，成为神的儿女，成为神嘅儿女。我想我们都能够抱着一个感恩的心，我想我哋都能够抱住一个感恩嘅心，因为耶稣基督的救赎，因为耶稣基督嘅救赎。直到我们有机会能够享受到永远的安息，使到我们有机会能够享受到这个永远的安息，不用再担心神会不会接纳我们，不用担心神会不会接纳我们，已经接纳了，已经接纳了，已经接受了，已经接受了，已经承认我们是神的儿女，已经承认了我们是神的儿女，我们带着信心，我们带着信心来到神的面前求，来到神的面前求，我们带着信心，我们带着信心，在面对神的时候，在面对神的时候，抱着感恩，抱着感恩，抱着兴奋，带着兴奋，带着喜乐，带着喜乐，说神我们回来了，神我们回来了，我们一起祷告，我们一起祷告，我们亲爱天父，我们要感谢你，我亲爱天父，我们要感谢你，因为你透过耶稣基督的拯救，因为透过耶稣基督的拯救，让我们享受到永生，让我们享受到永生，成为神的儿女，成为神的儿女，我们心里有永远的安息，我们心里面有一个永远的安息，生命不再有缺乏，生命不会再有缺乏，不再有忧虑，不会再有忧虑，因为知道神已经接纳我们，因为知道神你已经接纳我了，你爱我们，你爱我们，我们在你面前，我们在你面前已经分别为圣，已经分别为圣。我们将祷告奉主耶稣得圣名祈求。我将祷告奉主耶稣得圣名求。阿门。弟兄姐妹，让我们这个时候站立，以这首诗歌来回应今天的信息。流出宝血，洗净我污秽，将我的生命赎回。你为了我的罪，牺牲永不悔，显明你极大恩惠。我深深体会爱的宝贵，献上自己永追随。或伤心或气馁，或胜利或死别，愿刚强壮胆，永远不后退。哦，你爱永不变，从今直到永远。深深浇灌我心田，或天旋或地转，经沧海里上天都不
能叫我与你爱隔绝。你流出宝血，洗净我污秽，将我的生命赎回。你为了我的罪，牺牲永不悔，显明你极大恩惠。我深深体会你爱的宝贵，献上自己永追随。我伤心或气馁，或胜利或死别，让我们保持站立，一起来唱三义颂。赞彼真神，万福之源，世上万民都当颂扬，天使天君祝命，赞美圣父圣子圣灵。让我们保持站立，领受祝福。感谢主，你的救恩不只是临到我们，你要我们继续的传扬你的救恩。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，愿天父的大爱，愿圣灵的感动而交通，与我们众人同在，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。阿们。让我们一起来唱阿们颂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鼓励大家在崇拜后，小组继续在线上讨论刚才听到的得着和彼此代祷。如果这时候你需要祷告，你可以联络牧者同工，我们可以透过手机为你祷告。
Thank you.